Hello， 这是用到卡农和弦的20首歌，这是第15首啊！加油加油！青春修炼手册 TFBOYS 这首歌其实很妙，它的 A 段跟着窝那个地方就是卡农和弦进行，非常标准的。那我觉得我这次想用尤克里里，它特别适合用尤克里里，因为它这种这个节奏是下上闷上，这个闷很难，就是要一刹那你的这块肉啊刚好。在扫的时候刚好闷上去，你不能太晚就会来不及，太早呢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你要那一瞬间，然后试的时候要放开来然后上，好，所以弹完就会变成神经病，因为实在太难了，更难的是要连起来。好，我们试一次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烦恼算什么？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烦恼算什么？